有倾国倾城的美女子，今有一颦一笑都牵动人心的美男子。1月20号，鹿晗拍摄某杂志照片的花絮曝光。这等颜值爆表的花絮，实在是考验小编的心脏啊！即使是简单的微笑，不经意间的舔舔嘴唇，喝水看书，都牵动着小编的心。啊！不要再拿那双单纯无辜的大眼睛望着镜头了，小编依然不能接受。难道你这辈子是折翼的天使吗？芒果捞新闻。哎，一把年纪也能犯花痴报道。